What the fuc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森，今天我们要来麦块，欢迎收看麦块极地探险队。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煮蛋。今天是我们蠢蛋探险队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礼拜，在这个冰天，这边感觉好像有点热，但这的确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装备资源呢、啊，从我们第一天来之后，一天比一天都还来得厉害。跟两个月前的时候，我们在丛林探险的那次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小光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把我们的食物统统吃光光，还把内裤送到那个鳄鱼的头上，差点被豆宝团里告、啊。结果到最后啊，我们还只能够吃 Bob 提供给我们的面包果腹。不过现在嘞，我们虽然装备穿得暖暖，然后还有一个很酷很酷的头盔，然后食物也吃得饱饱，但感觉好像少了小光这个零鸭蛋，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欢乐的气氛。不过这趟旅程啊，到现在快画下了一个句点，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三个礼拜。但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之前前两个礼拜在做什么东西的话，你就错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精彩的画面。所以还不快快按一下画面中的右上角，去看一下我们前两集到底做了哪些东西。那虽然呢，这个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但是冒险的旅途不会在这里画上终点。那么今天就由我们蠢蛋探险队，有阿神还有羽毛带你一起走到这趟冒险的最后、最后、最后的地方。不管终点有什么，这一路上因为有你变得不一样。好，那上一集好感谢上一集来，我们修好了第三台发电机，就代表说我们剩下最后一台发电机要去修它。那对，我们貌似好像可以直接做这个升降机直接上去。如果你在这里，然后我做升降机，你会去哪里？我们还是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好了。又是这个电梯音乐，你知道好听。这个电梯音乐发出来之后啊，让我中版权，然后嘞，然后我去申诉之后，他才过。真的假的？对。我记得上一集的时候啊 ，Alan 博士好像被雪怪抓走，然后我们把他救回来之后，这是什么基地啊？又有矿车。剩下最后一个，这张地图真的很棒很棒很棒。老虎跟野兽收回了。第一个是老虎，第一个明明就雪怪啊！不是啊，在第一个啦，对耶，对耶，第一个，对耶，我都忘了，我都忘了，那是两个礼拜前的事情。他秒杀你耶！对。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Alan 博士都叫我们逛一下这个地方，这边好像可以再多领一台车。那我们修个装备吧，我们打那个螳螂的时候好像把我们的装备弄坏了一点点。好，装备修好了，那我开车走了。这附近还有一些东西吗？我们就边走边看吧。这看起来不像是一条路走这里对吗？对，很奇怪没关系，我们是越野车。好，想走哪就走哪好不好？是这样说吗？想走哪就走哪，很任性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一种觉得走错了，但这边有东西，它可以爬上去我想，进去看看。你在我这里吗？你是卡住了吗？我趴好车，我趴好车了。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小区，我想上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小基地。嗯，进来了。这里居然没有藏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还真的没有，都没有。不过这里看出去的风景还蛮漂亮，矿物是矿物，我们需要多收集点矿物啦。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是最后一集了，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要尽我们所能的去提升这些装备。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些车带我们去高高的地方。我去旁边就有矿了，好近啊！这里就有一个你在哪？我这边也有。跟我去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先各自采各自的呗。你那边有多少？我这边有一个。我这边有两个。OK， 那我再来看看这里还有哪里有好了。继续开着我们的车。这附近有些矿物，这些矿物很重要，因为如果不采它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没有办法解锁对不对？后面很耗资源超耗资源的。这边有一个 H 矿物 ，H 矿物 ，H 矿物，我们需要。嘎豆嘎豆，我再往山上走好了。那可以一路一直往上这边也有。OK， 上来了。彩色矿物，这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一开始过来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小茅屋过去看看好了。小茅屋哪里？我在最高最高，你可以看得到的最高的地方。这好像有点难上去。我没看到你你看到我了吗？我没看到你我看到了，在这里，在这里。抬头抬头，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超高超高的地方，我看一下这小茅屋里面有什么。
它是一个厕所。厕所？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厕所？后面有一个山洞，哎、欸，那里有什么？哎、欸，小痛，这边有个小山洞，我过去那个山洞里面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好，希望有大堆矿。有一大堆矿，真的假的？对，有一大堆矿。哎、欸，这山洞很深哎、欸。哇，三种矿哎、欸！哦，好多矿啊！有了，全部采集完了。你觉得我们还有漏什么东西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多了呢，对不对？看一下啊，好像差不多多了呢。哦，好像是哦。我们下山吧，应该是没有遗憾了，也采到这么多了。哦，有什么多？不够多。一直往下冲的话，真的是超级大遗憾呢。真的少了很多矿。哦，掉下去了。它好像有两条路，一条可以往上冲哎。可恶可恶。感觉又有遗憾了，又很遗憾，想回去。又有遗憾了，我好想上去啊！上面感觉像是有东西啊。有吧有吧。让我冲一下，让我冲一下，我必须要上去一下。不行，这是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哎，我们大家就要回国了。请，上面是卡了一艘船呢、欸，一艘冰船呢、欸。冰船？嗯，一艘破冰船，它卡在上面哎、欸。我上来了，这里可以下去哎、欸。哦，钻进冰船里，钻进冰船里。OK， 用走的，用走来的。哎呦，比较安全。哎呦，哎呦，我下不去。哎，上哦、下来了，下来了。你说什么？没事。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都没有吗？哎、欸，这是艘潜水艇哎、欸哦。我的老天、啊！撞到冰山上吗？对、啊、对对对对，有东西。啊、哦，有有有。杂志。杂志 ，Roller Bladder。OK。滑冰还有深海，来自圣地亚哥的 David 在一个月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要如何在潜水艇面滑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不，你不能够在潜水艇面滑冰，这种回答不是我的行事风格。任何人都可以滑冰，任何地方都可以滑冰。所以我们派了记者 Annabelle 去深海基地潜水第二代、一个月，你不会相信他想出什么点子。的方法在冰道上面保持平衡，跑步机你没看错，就是跑步机。哈哈哈！三个月他去了健身房，我完全看不懂他们的里面的书到底够啥。对啊，好跳哦。OK， 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算是结束了一个小小成就了。OK， 行，可以离开这个冷冻船，那我们应该可以下山了啦，应该是没有遗憾的吧？没，真的吗？应该是没有遗憾的啦，我要下山喽，我要下山喽。好、我在找路出去。冲啊！我下山了。这是一台发电机，这边又是哦，就在旁边。这是你刚刚看到的。那我们要怎么？哦，这里啦，它是一台那个热能发电机，启动。哦，烧起来！蚯蚓攻击，继续，走，继续，好好好。哇，它变成一条冰川了，下来了。好恶心。我今天花了十分钟才下山，这是哪？这里还没有矿啊？可能有哎、欸。看这边有岩浆，你知道有岩浆就会生成矿物吗？对不对？有道理吧？哎、这是一条岩浆穿哎、欸。岩浆跑酷。痛！这感觉就有东西啊！我必须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进去看一下。好烫！好像没有东西哦。好像没有东西、欸，好像没有东西哦、喔，好烫，好烫！我们还是走正规的道路吧。我不要我的车了，走，我们下山，烫，哎呦烫 ，OK， 好，下来了。这里是啊、这里是基地台的后院啊。哦，这仓库好酷哦、啊。我们要怎么出去？我们好像被困在这里了没？没有啦，可以从这里出去。好，这里就绕出来了啊，回到基地内了啦，回到基地内了。好、回来了，这是我们。第二周的时候，从这个地方下山嘛，对不对？哦，等等，哦，这个雪这里、哦，第二周的时候啊，那个雪好像还没有盖过去，走吧。啊，回去找找看，他还在不在？还在，好多人在里面哦。好险！走吧。什么叫好险、欸？抛弃我们哦。好险没有被抓走。好，那我们再一次的进到我们的基地里面，这一次我们应该可以升级很多东西。一头拉苦的东西，希望可以啦，希望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解锁，没有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的咖啡机还没修好。
可以帮我把咖啡机修好吗？咖啡机，我的咖啡机。Hello。哦，那我要走了。哎呀！哎呀！哎呀！哇！要死我！能源？他不是要榨干地球的能源吗？要。嗯哼，嗯哼，哦，好，我们去门口帮助 Alan 解除保险措施。好，我们在解除之前，我们先来升级个装备好了，好不好？是，升级装备，上任当分部长。好的，好啊。他也想帮我们放资源吗？好的，很兴奋。我看一下我身上的资源有多少，我有36个哎、欸，36个这个矿物，哇，解锁，然后再来，这个还9个哎、欸，我好少、哦，28个，哇、哦，好多、哦，哎呀。满了，有了，最后一套，最后一套，游戏中最强最强最强的服装，长什么样子啊？好期待哦！哇，这是什么、啊？雪衣？什么啊？什么衣服、啊？好奇幻哦！嗯，不会是这一代全新的衣服吧？看一下叫做什么？这是最后一套了，有了。QTPI 又是什么啊？QTPI，OK，、okay, 以装备 QTPI 套装，看起来很未来感。对，其实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点失望。我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七龙珠》里面的那个佛利扎？我忘记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我也没看。是密码的。我们来去升级一下我们的武器好了，武器好像是在哪里升级啊 ？Weapon， 这里 Weapon 右边，对，是 Weapon 是 Weapon 是，走，我们去升级我们的武器。你觉得武器？哎呦，又开了一区了。好，你觉得我们的武器升级的满吗？应该可以吧。我觉得，剩最后一个可以可以，我们收集到过量子，我没有北极树翼了。哦，我有。OK，nice。哦，这需要几个？12个。我有16。啊，最后一个8个。我有12。可以。又是，纯金锁，纯金锁。好舒服啊、哦！哇，这是斧头吗？太直扳手，太直扳手、哦，有了，有了！看一下、啊、它的攻击力加7 attack， 加7，超强超强！好，这样我们东西都应该已经有了。Alan 说我们要去哪里找他？看看啊。Alan 说去第三厢房，可以过来门前找我吗 ？OK， 所以我们要去第三厢房吗？第三厢房在哪里？是哦，我们就沿着那条路走嘛，好不好？好啊，好啊。沿着那条路 啊，我们今天要不要来听个那个 radio 啊？像 IDC 的奇怪事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宠物，他说的那个宠物是什么？宠物？上一集第二集的时候那个。Diago 不是 Diago， 那个叫什么？爪哥，爪哥，爪哥，哎，奖励是什么东西啊？哦，解锁的东西哎、欸，怎么？哦，这边有挖东西够够，搞什么鬼？收集东西会解锁一些东西啦，OK， 强迫症。好了，我们听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收藏书。啊、哦，其实可以把书都丢掉哦。我还带在身上哦。不管了，我们去听一下他的那个他的收音机、录音带。录音带我们缺一些哎、欸，我来看一下下。蛮多的。我来看看，我要听的是哎、欸，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比利时比较好。这个录音带我们都看过，哦、这个小宠物，爪哥，我的小宠物。Block 42，、哦、是 Evan。哦，原来是他、哦。嗯、我还是很好奇，他为什么变这个样子？对啊。他的宠物是什么 ？Drogon。你是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 ？Alan。我觉得。Alan 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像反派嘞？对啊 ，Alan 是不是故意陷害他之类的？感觉是呢。就是听到，你有听到那个老虎的声音？一个，这
声音。对啊，他是把它收进来了。我觉得是。哦，你是说，你说像二代的、啊，像二代那个深海大冒险的时候，哎、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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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这是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啊、有哎、欸欸，友善动物区，是怎样啊？不是，友善动物区、哦，好可爱哦，温控。哦请注意，小沈，这个是信号。看了三个礼拜，你终于出现了。请友善对待史莱姆，轻轻一碰就会立即死去。好 ，OK， 设施重启之后，小小在基地中发现了一些昏迷中的动物们。哦，好酷啊、哦！然后这个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冰夜虎，被你遗忘的冰夜虎。对，被我遗忘的冰夜虎。OK， 然后这一区，哇、哦，这很大哎、欸。然后会被关那个博士啊、死了、死了。然后这个是什么、啊？不知道怎么翻译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野兽，被倒霉的员工发现。最后一个他是谁啊？很大哎、欸，这里出不去，他把它锁起来了。好，没关系，没关系、哦，走。哎、欸，真的有那个哎、欸，真的有声音哎、欸。好，那、我们现在必须要帮 Alan 解除厢房的保险措施，走吧，走吧。对，那要解除的话，应该是从这里走就行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设计、欸，真的做得很漂亮哎、欸。不是走这里，应该是走另外一区这里才对。超级迷路，这里看出去是什么地方啊？哦，就是外面，很美哎、欸。我看到 Alan 了 ，Alan 在那个地方。然、后正前方。Ali，我没看到。还在正前方，还在正前方，远远的，远远的。OK， 从这里看过去，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他。从这里走，哇，整个区域都亮起来了，这是中控室，小心一点，不要摔死。好，你为什么要走这么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往这里走，往这里走。哎，上走就可以找到 Alan。Hi， Alan。Ah， here you are. Well, you se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extra security measures on this door.It seems、uh-huh. that you need two people to open it, using the exact、same sequence at the same、time. Unfortunately,、Sasha won't be able to help because、her nails are drying. So we'll need to do it. Wow. 他不帮你当人，知道吗 ？Get up into that control room. OK, 再见。好，所以他需要踩着，然后我们要去控制室，控制室，这里，这里，这里，控制中心。嗯哼，进去这里面吗？好像是，哎、哦，可是上不去啊，还是楼梯断掉了、欸？你说？跳上去之类的吧？啊，应该是，应该是。啊，鹰爪架！哎、欸、对对对，难怪很奇怪、欸。OK OK， 可以绕过来，可以绕过来。哦，绕进控制室，因为控制室的东西断掉，断、掉了。我先看一下控制室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了。我进来好，好像往下走就可以到控制室了。我到了，我到了。OK， 好我进来了，我进来了， okay, 这里有。An assortment of labeled controls. When I say go, I want you to flip the switch labeled high pass stabilization remover. Ready? One, two, three, go. 不要拉，不要拉，不要拉。可没有啊？对，他在看着等我吗？如果我拉错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降流变电器吗？OK， 什么事都没发生。好了。I was sure that would happen. Wait. Did you hear something move? No. No, that was the wrong one. Right. Next try. OK. We'll try two switches. OK. Two should work. 好的。On my mark. Flip the switches labeled. 高度扭转这里。高度扭转。另外一个交给你。动能破。哦，这个这个。OK. Ready? OK. 好。Two, three. 好。No, sorry. One. 拉。哈。好，哎、Oh, right, found this place and it's silly precautions. Just flip them all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好 ，OK。It's worse. 真的假的？How exciting! 太好笑了吧？What now? 哎呦，哎呦，哎呦，开了，开了，开了。这游戏设计真的很好笑哎、欸。哦 ，Alan， okay, 还好吧，还好吧 okay. ，OK， 他会回我哎、欸，开错门了吧？开了 ，OK， What's going on？ 还有在门，哎呦 ，You are joking， Four doors， Why do you need four doors？ 啊，有了有了 ，OK，
好可爱啊！哇哦！不要再玩了。I'll do some digging while you go in and turn on that generator. We'll radio you if we find anything interesting. 没问题。好。OK 。好可爱哦！这种互动环节真的是很勾心耶。哦。好，往下面走吧。等不着。下面是下来的。好的，好的。我们要进到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看到那个在冰城移动的巨兽啊？有可能哦。会吗？还真是世上。Adam。什么 Adam？就是他，因为那时候他不在。你说他其实是巨兽吗？对，我是觉得脑洞有点大，前面那些有些，这样试试看我们的，试试看我们的太直扳手，破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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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硬的，还行还行，维修一下，怎么修一下？哎，为什么我受伤了？什么东西？有奇怪的东西？不知道我怎么受伤？奇怪的虫虫啊，正前方啊！这是炮塔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好可爱哦，好痛，有了有了，不要再做吐奇怪的东西啊，好不好？好痛啊，有的有的有的，好了好了，哎，我连穿着这个很强的衣服都这么痛，里面怪物有点多哦，哎呦，揍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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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揍揍揍揍揍揍，啊哇哇哇哇哇哇，对，解决了，这应该是他们的休息室吧，有虫卵。不要爆不要爆，拜托你了拜托你，还是爆了，爆出来了，等一下啊，哎，没有没有，我都怕啊，什么来这里，什么来这里，好可怕，看啊，头盔，你在干嘛，厕所，哎，这是厕所，我刚才也吓到了，这里是什么都没有，哎，太让我失望了，大失所望，进来打了这么多怪物，对啊，这又是另外一间吧，很大欸，这里就抖就抖，等下到底哪里是哪里，这里有一区，我先把小的区域看完好了，好好，这边是小的区域，哦，成功了，这个这个竟然成功了，又是哦，我们变强了，我们真的变强了，还有这好像绝命异次元有东西吗，没有没有，大失所望欸，这个地方我是前来帮忙清怪物的吗？ Okay, 真的，现在就这区了。哎呀，中啊！打错了，然后往这里走，往这里走。哎呦，是哎呦哎，是吃饭的地方哎、欸。餐厅是饭堂。啊！哦哦，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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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糟糕糟糕！爆出来爆出来了！上砖下砖上砖下砖，还有你还有你，不要再揍我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恶哦、喔！你们妈妈们告诉你很恶，哎呀 ，die die already！ 对，前面前面还在跳 disco， 跳吧跳舞， okay, 解决了。这里好像进得去，我们看一下厨房这里有什么东西好了。听到机械的声音，厨房这里也没有。他为什么感觉地图有在惩罚我们了？我记得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哪里，好像都有东西的呢。对啊，现在都没东西。对，我们再去隔壁侧翼这个地方，它洞完全破了哎、欸，继续往更深处走吗？还是稍微再搜一下？如果搜完都没东西的话，怎么了？你们觉得这里很像一个巨虫钻出来，然后从那边钻出去吗？我靠！哎呦！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看一下这里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吧。太多了，走开走开，不要再弄我们了。看一下吧，前面有东西啦，终于有东西了，射他，射他，炮塔，射他，是哟，这到底是什么？这不是机械 ？OK， 哦，洞口，哦，你刚刚说的那个，哦，哦 ，Colonel， 哦。他的口音好棒啊，感觉像是英国大姐姐。这虫洞钻得进去吗？我不知道。可以，可以。走啊走啊走啊！失败啊！失败！失败！没有没有，没东西，所以这里没有东西，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虫洞。
哦，好，那我往下走了。好，往更深更深的地方进去。这什么地方？有人打。对，这边有一个虫。哎呀，这个。哟啊！失败，他真的需要两个人。你看，尽管我们升到最强最强的武器，这边有一个，来了 ，Go！ 哎 ，Yes Yes， 有了有了。哦，你用暴击的方式是不是啊？那我用暴击，这样好像也真的比较好。这是我们下来的地方吗？哎，是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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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一样，推东西过来的样子哈。推个电池什么的。对对对，哎，我们来这里三个礼拜，原来那是电池哦。哦，我对，那是哦，那是什么？水桶吧。哦，水桶，对不起，我以为是电池，是水桶吧？啊！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救你了！谢谢。我大概打了500只了吧？你刚刚说舒服吗？是不是？我刚打了大概打了500只了吧？好了，上面还有什么声音啊？上面啊！我拿出武器，难怪打不死。谢谢，谢谢。Yes, yes, yes, yes. OK， 行。哦，好累啊。对啊。绕上来之后，有了电池。Ow！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撞到你了。来，跳下去吗？跳下去吗？应该不是。回家，回家，有了。那边按掉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把两个门都解锁了。是，对，应该就打开了。对对对，这条。OK OK， 来吧来吧，这样子就可以往更深更深的地方前进了。哦，所以那应该是一条巨大的冰虫，是吗？哦，应该是冰虫。Ice worm。OK。哎呦。开启啊，可以修复东西。他是不是？哎，有怪物！他是不是不小心漏讲了一些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哦，对，他没有按下去，他讲了一半。啊啊！哦，没事没事，想太多了。哎，我已经拿错了。我刚刚很专心的在看，所以他不知道 Druger 是什么，明明就是他记得，他在装。哦，对啊，他在装哎、欸。对哎，他很装哎、欸，他很装哎、欸啊，这边也太多了吧？哎呀，太多只了吧？太多只了，太多只了。很、欸、nice， 还有还有，这边有虫蛋，没有三二一 go。有，耶！又是清空，清空。OK， 前面那边是有路吗？没有 ，exit 加热气 ，exit、嗯、出口的地方。出口。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第三周它一直冒出很和谐的音乐，你有听见吗？对啊，就一直是这个音乐。对，很和谐的音乐，又是需要动脑的地方，还有很多虫虫环节。我听到虫虫、okay, okay ，我看到虫卵，我看到虫卵，来吧。好。哎呀。耶、yeah ，好的，这边可以往上爬，再往上爬。哎、欸，这一路要爬去哪里啊 ？OK， 来到了上层，好、啊，找到我们的电池，它明明就是箱子。啊，箱子，铁桶。对了，铁桶，不要让它掉下去，对不对？小心。哦、应该是，哎、危险。啊！死掉了，阿里嘎多。哇哇！还蛮有趣的、欸，金牛鸡鸡棒，哦哦，来，我射两发，你射，你射，射两发，好，然后我可以看啊，我去直线，我直线，然后你负责拐弯，好不好？拐弯有点难拐，一下，哎、欸，拐得到吗？哦，这边可以拐，两下，然后三下，哎、欸，很聪明的关卡设计、欸，哎、欸，很聪明的关卡设计耶，应该是有，应该是有，这里可以下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哇，真的很聪明哎。哦，下来了，下来了。哇，哎，他们，我真的还是觉得很厉害。对啊。哎，小，哎，小。啊啊啊啊啊！开了，开了，开了。哦，开了吗？手动是不是？开了。OK， 行。
我想要只要解锁一次就行了，来吧，上去看一下。哦，又有，不要再用了，这边的员工好多哦。启动加热器，启动。OK， 哇，巨型的，超巨型加热器。哦，融化，融化，连上面都融化，哎，整个地方都融了，全融了。哇！我们是不是要释放什么不健康的东西的啊？会吧，没事没事。你知道冰虫有个冰字，你知道它活在哪里吗？冰里面。我们可以下去，对不对？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是不是不小心释放它？本来在冰里面。等一下下，怎么的 ？Alan 寄的东西不会是那一条？冰虫 吧，等一下，我们是走哪里回去？应该是左边这条路、啊這裡。如果是的话，哎、欸，是不是有点夸张？真的，好像是走 exit 这个地方啊，可以出去了。呀， yep, 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了。这边有个维修站，修一下，修一下。虫虫，不要开始对我笑，吐，奇怪，色色的东西啊。OK， 好。行了行了，继续往下走，欸，这边有，我们好像都不需要收集东西了，对不对？对，不会有，满了，都没有矿物嘞，都没有矿物在奖励我们嘞。哎、欸，对对哈，应该是最后一趟路了，所以他都不会放矿物在这了。嗯、这边有虫卵，不要过去了，不要过去，好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吧。用什么地方啊？哇哦！哦。你现在才发现吗？嗨，就在我眼前。啊？哈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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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d when I'm talking. Something I said. Is this thing even on？ 他是不是有情绪障碍啊？oh, 可是我觉得 Alan 在怎么讲，他在 第一代跟第二代他脾气没有那么差，欸，对不对？他感觉在这一代的时候比较腹黑一点点，怪怪的，腹黑一些些。好，总而言之，这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不见了，中控室在这里也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们该往哪里进去看？也没有东西，欸，有个东西中间 Patel， 我们要怎么进去？这里这里这里，哎呦，好害羞。里面的东西是，这是什么？哦，宠物项圈，果然就是这个。你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终于知道极地冰虫的起源。哦，而且它有些东西是要解锁的，好，哦，有些小小小线索。对对对对对，还算是故事背景吧。那我们要怎么上去？哦，好像是走这里上去的样子哦。对不对？哦，走吧，好吧，好吧，上去楼上这里。行， okay. 接下来应该是这一区了吧？对，这一区。哦，你有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吗？哦，有，很机器的声音。对，不管了，不管了，我先。哦，下面楼下吗？那我下去看一下。好，好像可以下去。这边下来了，它是会机器人欸，欸，电池，电池，欸。哇，哦，那你，那你怎么那么多？怎么那么怪物？电池，电池，跟在后面，跟在后面。好，啊。哦，他死掉就变成，欸，他死掉变成那个，对。而且他应该是被附身。好烫，好烫，我进不去了。啊，因为我把他压住了，等我一下哦。啊，好好好。哎呀，加油加油！我觉得他应该是被虫虫附身的啦。他是被虫，哦，这你能附身在？太强了吧！好，我们现在要应该是一个就好了吧，对不对？可是我们这样，好，我们要先，哎，欸，这边可以走啊？好像不行，我们应该是要先把电子运出去。哦，哎，欸，那我为什么要把它给弄起来嘞？啊，应该是我们先离它那个亮色的啊，从上面，从上面，对不对？哦，应该是。那其他的不需要，就先带出来，也许等一下出来需要，要用到吗？好，先这样吧，好吧，先这样。好，所以一个这个哦，对 ，Go Go Go！ 他的关卡设计好聪明哦，哦，
我好喜欢他们的家的关卡设计哦。有了，成功了，好棒好棒好棒！哎呦，很多只哦。哦，有点，哦，有点多，有点烦，有点多，有点烦。啊，欧啦欧啦欧啦！你有在帮我吗，欧啦？有，这是。OK， 行。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小中控室的样子，来修个，每次都踩不到，有修好了，修好了，继续往更深处前进 ，Draga Draga， 哇，刚刚是不是有东西穿过去了？It must be that darn creature again. It's thrown all my meters off balance. Perhaps it has some sort of breeding ground around it. 繁殖 Any more land whales this size, and we'll have a lot of trouble. 入侵 Don't forget to say over. Over. 哇，不会沙小也是反派吧？我不知道，我觉得沙小有点事不关己的感觉。对他感觉一种，明明很严重啊，他就感觉没差。他们怎么感觉都是那种腹黑、腹黑、腹黑型的、啊？哦 ，OK， 行，这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啊？吓我一大跳！下面有机器人的声音。好，我们可以从这里走下去。对，好，这一路一直走，应该就是打大 boss 的地方了。对，没错。OK， 哦，机器人卡在上面，要三层，然后下来。哦，一层、两层、三层，下来了。哦，好可爱哦。哎呦！烫烫烫烫烫烫烫！有了有了！哦，他死掉的时候他会说 "This is the end"， 好可爱哦！太恶心了吧！行，电视讲话。好，就这样子吗？啊、应该是前面这个地方。哦、应该对对对对对。太小，太小，太小。开三个起了吗？三个。这里可以爬上去，这里也可以爬上去。那我先看一下我，哦，这里，哎，哦，这里有一个。好，那你可以送他下去吗？我要怎么送啊？我不知道，研究一下。好，你把它射过去好了。哦，然后再这样。哦，有了有了。哎，他掉进岩浆里了。Oh no！ 那他有重生吗？应该是，哎，我没看到。啊，这个。重生哦，有了，有重生了，有了，有了。哦，好好，我大概理解了。先这样，有吧？可是有，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人玩的话，我该怎么要怎么玩？对，哦，对哈，哦，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箱子哦，来压这边。对对对，哦，好聪明哦，啊，他的关卡设计真的很棒，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正确的玩法是。我先上去这里，然后射他，射他下去了，对不对？然后之后再使用我们的桶子把它压下去，桶子压着，压好之后我们再射到前面。哇，很聪明的设计哎！哦，就掉下来了，有了！哇哇，好猛哦！哎，你知道有时候解这个东西啊，你会觉得你智商很高，但真正智商高的是设计这些关卡的人。哦，那些才是智商高的人。对，所以先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那我再剩一个出来好了。所以这个是直接掉下去死掉啊。好，你先再帮我剩一只出来。来了来了，这个先这样。OK， 直接喷过去。喷过去不可能，你要先压我才能够压到底啊。可是他要走前面那个才是对的耶。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要先把他压，至少给我一条路让我走出去啊。它会锁起来哦，不会不会，对，它上面那个会锁起来，可是它上面有一格，你可以先 ，OK OK， 好，可以先，我看见了，看见了，好哎、欸，然后再放开， okay, 放开，然后之后再去前面吗？对，有了吗？有，可以到下一层了，成功了，哇，然后再，再继续吗？对，再一次 ，OK， 两百 IQ 哎、欸，有了有了，两百 IQ 哎、欸，我的老天鹅啊！厉害哎、欸！好棒的解谜哦，好棒的解谜哦！哎小，哎小，有了！啊，哇！辛苦辛苦！什么地方啊？单间牢房啊？那为什么有牢房？什么小哦、啊？休眠舱啊？
就不去就不去，凶狠长城没有牢房。OK， 再往更下面这个地方走，一区一区一区的。哦 ，OK， 这边不要下去。哎、欸，这里就是外面了、欸。哦，出来了、欸。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火箭吗？不是，应该是舱上去的舱门。哦哦，电梯电梯，上来了上来了。这让我想到一款 PS2 的游戏，我忘记要做什么。这一款也是有异形的游戏，这最后一个来。哦，哎，没有冰龙哎。哦，哎小。OK， 有了有了有了。呼，帮他帮他。开起来。耶、yeah! oh, ！完美的表现。甲烷萃取。完蛋了。Big flag。完蛋了。Alan， 谢谢你。谢了 ，Alan。这什么地方？感觉。哦，那雪落下来的地，什么声音？左边那是什么？地板那是什么？哦、oh!。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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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喉咙吗？不是不是喉咙，是他的那个肚肚在发光，他的肚肚在发光。有了有了有了 ，OK。右侧右侧右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有有碎。OK， 哇，维修应该是不需要，好酷哦。哦、oh. ，为什么麦克会有这种 BOSS 战呢、啊？对啊，小心哦小心哦，好紧张哦。啊，他到下一区了，下一区吗？哦 ，OK， 移动下去。OK，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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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哎呀，好多只，不过他感觉比较像花瓶。啊，对对对，我说回那句话，小怪，比那个比爆才恐怖。真的 ？OK， 啊啊，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锤锤锤锤锤锤锤，够了，够了，再停。来一下。有有有，他会吐火球，他会吐火球。他明明是冰龙，哎、欸，他的火球是小颗一颗一颗的、欸。OK， 再来是你，等一下，这干嘛的呢？我需要，我需要。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我被击退到起点了。回来回来回来，羽毛。来来来来来，帮忙，喷好多，喷好多，喷好多。刚剩半颗星哎、欸、哦，我看我看，我剩半颗星，我剩半颗星。我们要活下来，这是困难模式。OK，Go、ok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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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会喝个热可可吗？攻击可以可以可以，不行，痛痛痛！热可可可以吗？有吗？不能补血，那有什么用？你有药 ？OK， 他钻下去了，正上方有一只，反正那很烦，超烦，结束。跑去哪？正前方，左边。哎、欸、小，小心，小心火焰！哇哦！哎、欸、小，哎、欸、小，哎、欸、小，有，接射，再一个，再一个，接射了。漂亮漂亮漂亮 ，nice nice nice， 我要变灰烬了。哎、欸，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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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虫虫，有一只，右边右侧，火星火焰，小心火焰 ，OK， 火焰，烫烫烫烫烫，火焰好烫，攻击，哇，他狂暴模式哎，有有 OK， 他是不是听到我说他没有什么录用之后，他就开始生气了？别人骂他是个花瓶 ，OK。小心一点，正上方吗？啊，应该是这区，这区，这区，下一区，下一区。是哦，是哦。OK，OK、okay, okay。哇哦！哇哦！哇哦！哇！走开啦！太多东西了。多大只哎、欸！我猜整个下去应该是整条哎、欸。哦。他就会跑出来吗？拜托你了。欸左侧，左侧。哦，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应该没事，应该没事，暂时没事，暂时没事。这波棒还有，还有，还有。火球，火球，火球，烫烫烫。
右侧，火球。OK， 啊，频率很高哎、欸。打败了吗？是呀，是吗？这是什么？哇哦 ！Oh my！ 哇哦！哇哦！哇哦！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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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崩塌了，崩塌了。它要爆炸了！要崩！爆炸了！流出来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去哪？哇！这里，这里，这里！跑跑跑跑跑！有没有跑？有没有跑 ？OK！ 好刺激！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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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哇！救他妈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救他！救他！有没有？有没有？有，跟紧跟紧跟紧，哇，好电影哦，好电影哦，哎呦，超电影的啦，快，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快，出来了，门，控制 ，OK， 这个嗨，关起来了吗？快！太久了吧！太久了吧！快！太久！哎呦，有了！我刚刚是不是？ Well, 好像丢掉一点东西。真的假的？ You should come back to the facility. If you're not capable of moving, we can. Sasha, is there a way we can? No. Drat and confound these technologies! Just come back to the facility, okay? 好。Right. 好。What else? Oh yes. Over. Sasha 都没有讲话了呢。哦，怪怪的。启动大门。OK。哇，晴天的哎，晴天的哎，哇，哎，这绝对是我Minecraft玩过最屌的 boss 战。超酷，真的是最屌的 boss 战哎！哦，万里无云，哇哦，哇哦，真的有一种哦打完 boss 的感觉。这样，后面所以这些都是运那个甲烷器的哦。对，哇，是往这里走吗？哎，等等，该不是还是啊？不知道，好像不是的哦。应该不是，那边有矿物，但是应该不需要了。应该是这区，应该是这区。好。哦啊，这里。哇、哦！有了。下山呢？回来了。这是什么？下去吗 ？OK。哎、欸、笑。还有这个，应该是不需要了啦，树叶。哎，懂呢。哦，这里就是我们下山的地方。哦哦，回来了。哦，终于回来了。我好久没有看到我们家的哈士奇哦。Go to it。来这边等我们。OK， 那我们就回去看看，小小还活着吗？哎呦，应该是还活着啦。应该是啊，这应该是二代的前传，还是？小小还在，小小还在。呼 ，OK。他只是刚刚没有讲到，他吓到了。哎，这边是不是崩塌了、啊？东西都晃下来嘞、欸！对耶，好像是哦，倒嘞，哦，倒嘞。OK，里面有什么改变吗？里面感觉设施还蛮坚固的，还可以，还可以、嗯、，hold 得住。我的咖啡机还是一样是坏掉的，修好我的咖啡机好吗 ？Yay！ We're so worried. All the generators are back online, and we managed to seal the breach.我接受四个啊 ！Lost it all.、Oh, yes, well done. We've achieved all that we've came for. The methane energy extractor、uh-huh. is working splendidly. But large amounts of、Uh-oh. methane was released into、wow. the atmosphere. Soon the ice caps will melt because it raised global temperature. 恭喜啊 ！Yeah. Life will change drastically. 恭喜啊 ！Flooding of the world won't be great. But look on the bright side.I just found out about a new aqua park Renaissance fair. 哦，所以是二代的水上世界。二代水。Anyway, thanks for your help. 哦，所以就是你们害的，不是我们害的。Yeti,
There's a spleef rink that is now powered if you feel like hanging around. 溜冰场! But I've got to get busy. There's never little work for a scientist to do. Thank you! Yes, yes, thank you. 你通关了这张地图，耶！耶！好棒哦，好棒哦 yeah, ！We're done. We're done now. Okay. I mean, you. Hey. When we said thank you, I was kind of expecting you to go. go and do the things you do on a on a normal day. You know, we said our we said the thank you thing, and you know, and now this is weird. 太好啦！这边 just, 这边好 ，Go. OK. 呼 ，OK. 好啦 ，OK. Goodbye. Goodbye. 哇，哎，他作者对我说，哎，这个故事接续着 Monster of the Deep. 对啦， oh. 所以。如果你要理清所有的世界轴时间轴的话，最早最早的事件是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完了之后，哎、嗯欸，我救到你嘞、欸！对，哎，现在可以哎。最早最早的事件呢、啊、是这个事件，再来是海底世界、哦，然后最后最后才是世界末日。所以它的时间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第一代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世界一下就要爆炸了？对啊。然后第二代的时候是海底世界，第三代的时候是这个。我们要去溜冰场看一下。我记得第二代的时候，它有预告。会有第三部曲，就是这一部曲，所以、嗯、也许我们找一找，会找到一些隐藏的东西，第四部曲之类的。对，会吧，会吧。哦，所以我们要去找东西的话是这里吗？这里吗？啊，这里是怪物。对，怪物区，冰龙没有抓回来哦。哦，冰龙死在里面。The forest worm, a pet。对，他没有抓回来。哦，溜冰场在哪里啊？不是这里。这里所以这一代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抓回来哦， no. 对，要困在里面，我们来不及。什么声音啊？吓死我了！妖术贵阳，是这里，是这里，是这个，走到了啦！哦、oh. ，这什么东西？看一下，播放音乐，停止音乐啊 ！Split 溜冰场，想办法成为站在冰上的最后一个人，太强了吧！还有个小游戏在这。音乐 on， Go Go！ 啊啊！啊要去的哦，不是啊，掉下去发生什么事情？掉下去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哎、欸，哎、欸、小，哎、欸、我救了你一命哦、欸，掉下去它会有一个那个机器可以上来啦，下来了，没了、哦、就这样，一个小游戏啊，游戏对，可爱哦。可是这就是他说的溜冰场吗？哇，好可爱的音乐哦，嗯嗯嗯嗯嗯嗯嗯 ，yeah yeah。嗯，还有暂停暂停，我们往上面走好了，好像可以再上去哎，快速回复哎，9001，9001啊，不能够上去了，上面没有东西，所以这一代没有那种隐藏的东西吗？一定要有啊，我觉得一定会有，我们要不要再找一下？好啊，我们刚刚稍微绕了大概5分钟左右，把附近的一些可以找的东西都找过了，没有看到一些。隐藏的东西了，哎、欸，好像没有，好像没有那个、欸，哎，可是这个制作团队啊，他们有个习惯，这个习惯是这个样子，他们会更新他们的旧地图，你知道他们连那个深海大冒险，他们都还在更新吗？哦，真的假的？对，他们都还有在更新，所以啊，我在猜啦，我在猜啦，也许之后才会慢慢更新进来吧，应该是这个样子。哦好啦，这个系列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宝宝们会喜欢《极地探险队》这个系列。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把宝宝帽子投掉。谢谢宝宝们一路以来的陪伴。那么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